利未记第十一章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讲：恁吩咐以色列人讲，在地上一切遭受中通吃的，就是吃的。既那本地拆车烦草的精神，恁拢通吃。独独迄个烦草，也是本地的中间，唔通吃的，就是骆驼，因为烦草无本地，对敌人是无清气、无杂、杂烦，因为有烦草无本地，对敌人是无清气。土啊，因为有烦草无本地，对敌人是无清气。比因为有本地拆车，总是无烦草，对敌人是无清气。这精神的肉，恁唔通吃；死的，恁拢唔通摸。对敌人是无清气。九节，水中通吃的，就是吃的。今仔伫水里、海里、河里，有湿有烂的，拢通吃。今仔伫海里、河里，甲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，无湿无烂的，恁拢得掠做可恶。十一节，遐个无湿无烂掠做可恶的，恁唔通吃伊的肉。死的也得掠做可恶，今仔水内无湿无烂的，恁拢得掠做可恶。十三节，鸟食的中间，恁得掠做可恶，唔通食的，就是雕、狗头雕、红头雕、鹰、小鹰、甲伊的类、乌鸦、甲伊的类、鸵鸟、夜鹰、鱼鹰、雀鹰、甲伊的类。十七节。暗公鸟、罗子、鸟头鹰、高鹰、皮鹅、草头鹰、鹤、白灵犀、甲伊的类、地界鸟、甲蝙蝠。二十节，既若有湿，用湿卡行的虫，恁拢得掠做可恶。总是有湿，用湿卡行的虫，其中有脚有腿，伫地上跳的，恁也通食。二十节。其中有蜂虫、蚂蚱、毒蛇、甲伊的类、草莓、甲伊的类，遮个恁拢通食。总是有湿、有四脚的白的米，恁拢得掠做可恶。遮个拢会乎恁无清气。囡仔摸着死的，的确无清气到用时；囡仔摕着死的，的确无清气到用时，也着洗衣服。二十节。既若精神有本地，无拆车，也无烦草的，对敌人是无清气；既若蒙着的，也无清气；既若四脚会走兽，用脚掌行的，对敌人是无清气。蒙伊的死死的，的确无清气到用时；摕伊的死死的，的确无清气到用时，也着洗衣服。遮个对敌人是无清气的。二九节，地上的白米，对敌人无清气的，就是吃的。油醋、石醋、石液、甲伊的类，壁虎、龙子、小姜、蛇衣、烟丁，这些白米对敌人是无清气的。第一死了以后，既若摸着的，的确无清气到用时。三十二节。其中四个有夹到伫虾米米，遮个米就无清气。无论是菜、气库、衣服、皮、布袋，无论是做虾米路用的气库，都是伫水里的确无清气。到用时，到用时才清气。三十三节，若有死了跋伫废气内的，迄内面无论有虾米，就无清气。恁得将这个废气拍破，迄内面一切会只伫咧食物，抹着水的就无清气。过迄项气库内，一切会啉滴咧也是无清气。三十五节，其中已经死的，闹一点啊，加到伫虾米米的顶面，迄个米就无清气。无论是路是灶，就得拍破，拢无清气，也对敌人。是无清气，总是水泉，也是自入水的池，依然是清气。
若磕到迄个死的，照无清气；若是死的有一点啊，甲留伫要净的精子，精子依然是清气。若水已经压伫精子，迄个死的有一点啊，甲留伫顶悬，这个精子对伫恁是无清气。39节，恁通食的精生，若是已经死，有人望到伊，的确无清气到用时。有人吃那个死的精神，的确无清气到用时，也就洗衣服；摕到死的精神的，的确无清气到用时，也就洗衣服。41节，既那地上得白的米是可恶的，拢唔通吃；既那用巴肚行的，甲用四脚行的，也是有真侪脚的，就是一切白伫地上的，恁拢唔通吃。因为是可恶的，恁唔通因为虾米得白的米，和家己正做可恶的，也唔通因为食的和家己无清气，滴到目拉散。44节，我是耶和华恁的神，所以恁就正做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恁也唔通伫地上得白的米来拍拉散家己。我是将恁对埃及地带出来的耶和华，要做恁的神，所以恁得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46节，这是遭受火鸟甲水中会震动的瓦米，以及地上白的米会掉的，得将清气的甲无清气的，会食得的甲未食得的瓦米，拢分别出来。